斗塔类游戏哦，不是 MOBA 类游戏啦，可是现今游戏题材中的当红榨汁机哦，不论是 PC game 还是 TV game， 甚至是手机游戏，通通都来参与咖哎。嗯，你们应该也都听腻了吧？不过今天要介绍的这款游戏 Paragon， 游戏画面可是会让你眼睛为之一亮的哦，一起来看看游戏画面吧。由虚幻引擎和战争机器系列闻名的 Epic Game 日前在美国 PS1 上公开了旗下最新作品 Paragon， 并以其精美的画面获得广大网友的注意。本作是款第三人称射击的 MOBA 类游戏，玩家将从不同属性的英雄中选出5v5进行小队作战。虽然现在 MOBA 类游戏越做越多，玩家应该也玩累了吧，不过这部 Paragon 游戏画面真的超精致的，战斗场面和各种特效也非常过瘾，因此被誉为这是次世代的 MOBA 等级作品，就让人很跃跃欲试了吧。 Paragon 预计将在明年夏天展开公开测试，有兴趣的玩家别忘了到官网注册，以便获得最新的游戏资讯哦。